快开始了呀。现在是台湾万花筒哈，台湾万花筒，老师的 LINE 大家有没有背起来？ LINE 8253 TC。 好， OK， 我们台湾万花筒，哇，有几天跟大家没见面了哈，来我们看有没有记得我啊、哦？我是谁 ？Who am I？ 啊、哦、，I'm the English teacher Tony Chen、哦。啊 ，Who am I？ 我是谁？待会我来看看哦，谁先抢头香哈、哦？这个每次节目开播挺好玩的啊、哦，我就在想说，哪位贵宾呢会在线上等我们？然后第一个进来跟老师打招呼的哦，看谁会抢头香？我看今天是谁？Sure 哦，这个哎，我在等那个 UP 的贵宾啊、哦。我 UP 今天比较慢，慢半拍。来，我来看看谁哈、哦，先进来的跟 Tony Chen 老师打个招呼 ，Say hello，Say hello to Tony Chen， 好不好？哦，看谁要先跟我打个招呼 ，Say hello to Tony Chen 啊、哦、啊、哦、，OK， 谁要跟我打个招呼？我这边有先看到小宝子。小宝子啊、哦，小宝子你好呀！这个今天是9月23号啊、哦，这个2020年我们的皮皮也进来了啊、哦。这个节目呢是我们 UP 独家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 Tony Chen 啊、哦。这个923呢、啊，今天是礼拜三 ，Today is Wednesday 啊、哦。汤炫老师呢，要谢谢呢我们的这个特别来宾哦。我们特别来宾呢，其实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哦，对我们的节目也都非常非常的支持啊、哦。老师要特别谢谢我们的特别来宾啊、哦，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把好的讯息带给我们观众朋友。同时呢，我们有些特别来宾呢，也会热情的帮我们呢捐赠我们的 UB 啊、哦。这个是很感谢了，感谢我们很慷慨大方的特别来宾。当然呢，在我们呢这个好看爸爸照这个节目，汤炫老师有进行呢啊一个活动，就是呢 10% 的现金回馈活动啊啊，您只要呢去我们呢这个介绍推荐的好看爸爸照优良店家啊去消费，你消费前先用 LINE8253TC 告诉 Tony Chen 老师一下哦，那你消费的金额呢多少哦？你们都有收据让我看一下哦。那 Tony Chen 老师这边呢会回馈你 10% 现金哦。我直接用 cash 啦哦 ，cash 就是现金 ，cash cash 哦，直接回馈给你。那怎么知道呢？我们呢这个好看爸爸照。采访的月亮店家有哪些呢？很简单哦，你们只要上 YouTube 打 Tony Chen 好康啪啪照啊，那就可以找到我们采访过的月亮店家了。说真的，在呢 UP 呢啊，我们主持呢这个直播已经呢3年9个月了哦，那采访过的月亮店家将近也有300-400家了哦，那这300-400家呢？我们的讯息都是在我们的 YouTube 啊、哦，这个很黑看不清楚啊，真的还假的？我请我们张经理看一下啊、哦，他说那个 UP 很黑看不清楚，跟我们一样。张经理，你看一下有没有正常啊、哦？跟假欧看不哦，有影不？哦，张经理看一下哈、哦，谢谢你给我提醒。灯光不亮啊，灯光不亮，真的很黑吗？在 O 吗？五个 O 吗？太亮，我眼睛很累哦。谢谢我们的这个林鱼啊、哦，占卜师。林鱼占卜师呢，帮我们呢赞助了台币2000啊、哦，就是 UB 4000给我们的节目。这边谢谢，有吗？看得到吗？有没有正常？哎呀，我看一下，给我看多亮。我看正常是还，我看一下荧幕。哦，我看一下荧幕。也还好啦，看得到其实还好，
是哪个地方？我们工程师调一下哈，哦，因为我这灯罗太亮哈，我的眼睛也会太辛苦了。哦，谢谢，我们工程师调一下。哦，好，这样还可以吗？这样子应该亮很多哈。好，谢谢，我们欢迎八方云集进来。好，谢谢。那在这边呢，我们呢好看宝宝照曾经采访过的我们地大爱犬美容学院啊，台中分院啊，这个啊，他说什么不会模糊，网络有一点顿啊，这样子啊，网络有一点顿啊，不会模糊哦，谢谢，这是八方云集啦，提供给我们的资讯啊，等一下你们都在提供我这个萤幕的资讯，能不能提供一下天气的资讯好了？哦，网络用中华电信听说不会顿，哎，中华电信哦，我就是用中华电信的呢。八方云集唐立圈老师呢在 UP 呢就是用中华电信哦，这个中华电信是吃到饱哦，吃到饱 All you can eat All you can eat 了哦。这有时候网络啊每天也会不会一样啦，哦，因为每个时间不一样，就像潮汐一样啊，哦！不过呢，你们如果声音能够听得清楚啊，就最重要了哈，哦。听了这个声音就知道 Tony Chen is here 啊，哦，I'm Tony Chen 了啊，哦。谢谢。今天呢，好看爸爸照我要介绍呢，地大爱犬美容学院啊，哦。这个地大爱犬美容学院呢，它的这个本部是在高雄，主持人是苏文胜老师啊。不过在我们台中分院呢。哇，这一位呢小西就是汤倩老师的学生好朋友哦。那我们的地大爱犬美容学院台中分院，它的地址在台中南区五权南路485号哦。各位，我们地大爱犬美容学院呢，他们现在有开课程哦，帮助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培养第二专长哦，就是呢你如果喜欢呢这个宠物美容啦，保养啦，照顾啦哦，这方面的讯息对不对，我们呢地大爱犬美容学院会帮你呢这个上课，那协助你呢考到证照，帮你呢创业啊，哦，你们呢可以拨这个电话04-2262-2388 04-2262-2388哈，哦，啊，你可以说，哎，有听到汤炫老师呢，在呢台湾娃娃桶节目当中有介绍哦，那欢迎你们找我们的小西，可以培养第二专长。好，来，今天呢，我们台湾娃娃桶先来听第一首好听的歌啊，哦，《七情歹谁干》，一起来欣赏。Yeah.
小胖哥，小胖哥好，谢谢你进来，台湾万花筒欢迎你。谢谢啊，我们小胖哥叫做兔比比的哥哥啊，这首呢《七斤带谁杠》啊，希望呢你会喜欢。小胖哥住在哪个地方？你住在哪个城市？你这个拿到浴室去充电，好像没电了。啊，你住在哪个城市呢？那边都有线呢，直接插上去就好。呀，我们的小胖哥哈。兔比比的哥哥他说，老师中午好，你也好啊、哦。他正好是在台中，今天台中是风和日丽啊、哦、sunny day。 那我们小胖哥在哪一个城市、哦、是不是今天全省都是 sunny day 呢、哦、I love sunny day 啦、哦、我最喜欢晴天的啊、现在收看的节目呢在 Apple 呢独家直播啊、哦、每天呢这个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一个小时，台湾万花筒，我是节目主持人 Tony Chen 老师。当然这个节目呢我们都会有好康的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讲啊、哦。那我手头上呢这个呢是宋公秘史歌仔戏的海报哦，大家看一下哦。来，这宋公秘史呢不爱购书呢就是呢狸猫换太子，狸猫瓦太柱的故事啦哦。那呢是由我们台中的欢喜剧团哦要演出啦。欢喜剧团呢成立呢到现在呢整整六年，他们每年呢都有呢一区公演的戏啊，这个公演的戏呢都是免费给人看哦，免费演给大家看啦、啊、这是福利有够好啊。好、哦、汤宪老师认识呢欢喜剧团的团长有的陈金燕哦，伊拢演这个男主角，这位就是啦，哦，这位就是，有啊，哇，这位应该是演陈琳呐，对啦，陈琳对啦，哦，迄就是陈金燕演的陈琳啊，伊拢扮男主角啊、哦，这个呢就是呢，我们呢欢喜剧团的这个团长陈金燕。2020年呢欢喜剧团呢年度大戏宋公秘史啊、哦、啊老师要给您预告给您讲，因为第一场的演出呢在10月4号，也很快哦，10月4号的话就下个礼拜天。来，我们好朋友大家告诉大家啊、哦、帮忙宣传一下，大家告诉大家啊、哦、10月4号呢礼拜天下午2点半，演出的地点呢在我们台中屯区艺文中心演艺厅啊、哦、啊，记得屯区的艺文中心在哪里？太平啊哦，咱的台中太平，它的住址太平区大兴路201号。那宋公秘史呢它是开放呢这个现场锁票啊、哦、所以呢老师跟你说应该时间几开，10月4号礼拜天啊、哦，我们演出是2点半啊，你们大概可以提早一个小时啦，大概1点半啊、哦、你们到呢太平大兴路201号，那里呢屯区艺文中心啊、演艺厅啊，到那边呢直接锁票，直接给他入场啊，你知道不啊、哦、大家告诉大家，汤宪老师呢买船妈妈来去看啊、哦、我妈妈爱看寡戏啦啊、哦、那宋公秘史呢这个编剧呢跟艺术总监就是让台湾第一苦蛋、哦、廖琼姿哦，让廖老师呢说80几岁啊，这台湾第一苦蛋，这是一个汤宪老师有名，我是台湾中医之宝，也是台湾第一苦蛋啊、哦哦、这个要说第一不简单、哦、一个人呢在一个地方一个领域呢要有一个 number one哦，其实呢都要很努力啦啊、哦。那请大家告诉大家啊、哦，我们的欢喜剧团2020年啊、哦，它的年度公演《宋公秘史》，再请大家告诉大家，我看他这个戏的演员有
哦，18位，哦，58位啦，哦，18位，包括陈琳，包括寇珠，有刘飞、李飞，包括包公，还有那个范仲华，还有右仁宗，另外的话有这个宋真宗，有郭槐，有那个马汉，还有土地婆，还有观世音呐、啊，还有寇准，还有内侍等等角色啦，再请大家告诉大家，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宋真宗的时候啦，当宋真宗的时候，以前啊，那个哈、啊，我们那个朝代啊，这个宫廷啊，听说很热闹还有狸猫换太子，你看这个太荒唐了吧？怎么会说呢？这个妃子生了一只怪物呢，生只狸猫呢？哦，原来不是啦，原来呢，人家本来是生了一个男婴然后这个刘辉呢比较坏他怕呢这个李辉啊生男婴之后会得宠嘛结果的话呢，就呢派他的太监拿一只狸猫把这个孩子换掉，所以变狸猫寡太助，就是这样来的啊。听了也是挺可怜的啦很感伤。来，咱来听这首这个《梨花泪》拄啊讲这故事，讲在感伤的《梨花泪》，谭小诗唱给大家听。爱上你永远不后悔，除了你自信又有谁？心雨就像梨花泪。点点滴滴都可贵，相聚是满怀天之味，分手是美梦难追回。细雨就像梨花泪，盼望那梨花吐新蕊。爱上你永远不后悔，除了你自信又有谁？细雨就像梨花泪。点点滴滴都可贵，相聚是满怀天之味，分手是美梦难追回。细雨就像梨花泪，盼望那梨花吐新蕊。谢谢哦。当父莫代，多谢你礼拜啊！谭湘老师，安尼为你们唱歌，啊，有喜欢无？
唱得好听无？哦，好听，拍破咁拍一下啊，咁鼓励一下啦哈、哦，谢谢。咱今仔日呢，在这个嘉义的小鱼有跟我讲，讲伊请假，为什么？因为他外出了，外出工作，啊赶不回来。甲我讲老师，我今仔日吼爱甲你请假，歹势，我袂要紧啦，哦，老师一个人嘛用会 handle，I can handle it， 无问题啦哈、哦。在这边嘛要多谢咱小鱼啦，安尼长期呢已经哦。四年了、哦、他陪着 Tony Chen 老师在直播已经四年了、哦、几乎天天呢都会当我们的小编呢、哦、啊今天帮我们请假应该的来下一首歌来欣赏流浪到淡水
哟，谢谢。喂，Hello, may I help you? 啊，这个在美国呢，接到电话一定是 Hello, may I help you? 啊，其实东西文化很不一样哈。譬如说呢，我们在美国啊，汤炫老师呢，民国80年到83年这3年的时间呢，在美国哈，就是读硕士。我本身是美国俄亥俄州芬特兰大学啊，英语教育跟双语教学双科硕士回来的。那谈到这个接电话哈，美国呢，他们接电话的文化就是说，如果你是打电话给人家啊，那你打电话的人你要先报自己是谁啊。比如说，This is Tony Chen speaking 啊，要先讲我就是谁。May I speak to James Zhang？我就是 Tony Chen，Tony Chen 正在讲话，我可以跟呢这个 James Zhang 说个话吗？This is Tony Chen speaking。May I speak to James Zhang？这个很重要啊。那如果呢，你是在公家单位啦，在机关团体啊，或者是在百货公司的服务台，对不对？哈，那您接到电话要怎么办？因为这些单位呢是属于服务性质，对不对？那您呢有可能有客户呢会打电话询问你，啊，这个接电话人的这个技巧、礼貌很重要啊。那像这些单位呢，您在机关团体啊，或者在餐厅、百货公司上班，你接电话怎么接？Hello, this is the show time. May I help you? This is the show time department store. May I help you? 就变成说你只要在机关团体、公家单位您接电话，因为那个是公事，所以接电话的人呢，一定要先报自己是哪个单位。This is the Showtime Department Store。好，这里是秀泰百货公司。May I help you？有需要为你服务吗？叫 May I help you？May I help you？This is Showtime Department Store。May I help you？这个呢提供给你做参考。好，我们欢迎嘉宏嘉宏驾到，Welcome 现在收看的节目呢？是在 UP 独家直播哈，台湾万花筒。那我是节目主持人 Tony Chen 老师欢迎呢还没有呢加入呢这个Tony Chen 老师粉专的朋友你们都可以加入 Tony Chen 老师的粉专，好不好？帮我们加好友，然后呢 keep in touch keep in touch 呢，我们经常保持联络啦，叫 keep in touch。
没有，真的啊，我的学生都说这位姑娘好漂亮哦，真的。那天不是谁帮你开车吗？你说是妹妹开车，她是不是你女儿啊？我看不出来哎，我在想她是不是 Lisa。你在旁边，那有一位美女帮你开车，那你说妹妹帮我开车啊？有没有？那听说廖阳在高雄嘛，哈，帮我跟他祝福一声，祝他当兵愉快。哦，真的啊，他真的是 Lisa。Lisa 现在变得这么漂亮啊，她好大哦，长大了呢 ，Lisa 长大了呢。啊、哦，我现在看说好像 Lisa， 可是我不敢猜，因为我想说她是小朋友啊、哦。谢谢啦，谢谢我们董良哈、哦，对汤炫老师啊、在家自学都很支持啦，真的很感恩，真的真的非常感恩哈、哦，谢谢董良。那如果有人要办在家自学，再请多帮忙哈、哦，再请董良帮汤立轩老师多推荐一下啊、哦，帮我多推荐，谢谢谢谢董良哈、哦。哇，刚才这一首呢，《爱在夕阳下》哦，咱这节目被发了，咱的董良立来哈、哦，真的就是哈、哦，千军万马可以抵千军万马啦，谢谢啦。谢谢谢谢董良哈、哦，我在 UP 公司主持啊、哦，现在已经3年9个月了。那因为当直播哈、哦，我是比较幸运啊，因为公司他有给我年薪，所以保障我的生活无忧无虑啦。那一个月我只要呢主持20个小时就好了啊、哦。那我有两个节目，这个是 Panet 的节目，这个节目叫台湾万花筒。啊、另外我还有一个外景节目，外景节目一次就是做2个小时，叫好康啪啪照、哦、譬如说我们 D2 车队，如果我们的车队愿意接受采访，还是我们这个公司愿意接受采访，都可以跟我联络、哦、我都会义务去采访。然后有变瘦了，有啦，因为的话拍电影的关系、哦、然后特别呢有减重，现在大概都保持在54公斤啊，160公分，54公斤哦。然后呢也希望不要再胖起来，因为要胖很容易耶，董娘您知道吗？胖很容易，瘦很辛苦，不容易瘦哦。所以现在都是在享受当中啦齁、哦。谢谢啦，谢谢董娘。董娘你还是一样啊，你也是那么的苗条，对不对？你也是啊。也都是在享受啦、哦、谢谢谢谢董良的关心、哦、我们彼此祝福，谢谢。来，我们董良进来了呢，我要唱个歌给董良听。大家知道我是英文老师、哦、他唱歌呢真的是尽我的力量， Do my best 啦，我这个都要特别特别中的 VVIP 的来宾进来我才会自己唱哦，因为都是 VVIP 的哦，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我不是那么会唱歌哦。来哦，我想要唱吼、哦、那车站，诶他车站好像有不同的车站，来这条我也要唱哦，让 VVIP 里面汤炫老师清新来唱歌哦，娱乐观众啦吼、哦、来为我们董娘哦，来唱这首《恰赞》，谢谢谢谢，一起来欣赏。火车已经到车站，阮的心好渐渐重，看人欢喜来接亲人，阮是上心内相送。无情的喇叭声音，
写写单，我代笔依然写心所爱的人，火车已经到车站，阮的目眶已经暗，车窗内心爱的人只有期待呀呀吧。谢谢汤夏老师呢，将这首《恰餐》献给我们 D2 公司的董良，谢谢你，祝你永远幸福美满，青春永驻。回家已经到车站，我的心头渐渐重，看人欢喜来接亲人，阮是伤，心内小伤。无声的喇叭声音声声淡，我代笔依然写心所爱的人。火车已经到车站，阮的目眶已经红，车站内心爱的人只有期待呀呀吧。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声淡，我代笔依然写心所爱的人。火车已经到车站，阮的目眶已经红，车站内心爱的人只有期待呀呀吧。谢谢哇，恰赞哦，多谢多谢董良个人支持。哦，这个我们要 VVIP 的贵宾来哦，唐立宪老师要亲自唱歌了哦。啊，唱不好，请个人安尼批评指教一下，因为我是英文老师，大家都知道哦 ，I'm English teacher， 所以唱歌真的不是我的长项哦。不过呢，自从呢3年9个月前呢，啊，我们透过经纪公司，我现在是呢艺人哈，这个沈玉琳旗下的艺人呢哈，我跟玉琳哥好久了，我进入电视圈呢就一直签在玉琳哥的旗下，那玉琳哥的公司呢叫娃哈哈制作公司了啊，那现在呢他旗下的艺人只剩下我这一支。哦，因为其他的都走光光了，哦，照料料啊，啊，跟汤立宪老师这家没照了啊，所以也谢谢啦，沈玉琳这20几年来哈，对汤立宪老师的提携。那大家都知道，因为我本身单身嘛 ，single 啊，啊 ，single 的人呢，比较呢，啊，不欠钱呐，钱这个东西呢 ，money 这个东西够用就好，不欠呐，啊，所以对工作都比较随缘啊。有就做啊，没有也没关系啊，啊，所以都不会给沈玉琳压力啊，所以呢就跟他合作了20几年了哈，谢谢。那啊，跟 UP 公司呢第二个合约会到今年年底了哈，目前呢已经呢在 UP 公司3年9个月啊，那也谢谢 UP 公司啦，给我这个主持的机会啊。透过呢我们 UP 直播哦，啊，可以呢跟大家交朋友认识。小皮球哇，你今天怎么会迟到？你迟到很多呢，
哎，你怎么现在才进来？今天小鱼有请假，小鱼请假，我想小皮球要来当美编，当小编，结果呢，看你现在才出现哦，小皮球，赶快帮我们增加人数好不好？哇，你才刚播没有呢？我没有刚播哎，我播了40几分钟了，我不是刚播，没关系，小皮球。现在是182位观众来帮我们冲一下，好不好？看能不能冲超过500就好啦，超过500的哦，就拜托小皮球了哈。谢谢小皮球进来。哦，你刚才收到通知啊？哦，哇，那可能慢半拍，是不是你住太远了？你住在哪里？刚才收到通知，哦，对不对？网路通知太慢了，哦。好，谢谢我们董梁哦，你先去忙，谢谢。那跟董梁报告一下，Michael 呢？我再次谢谢你帮我推荐哦，Michael 也是很棒的学生。然后呢，他现在高三了哦，高三。那他的这个高三课程会上到12月底哦，会上到今年12月底。然后呢，明年的话，暑假也会拿到高三的毕业证书哈，哦。在这边要谢谢董梁。哦，你交代我的，你跟我推荐，我都一定是最好的服务了哦。在这边再次谢谢你，那你去忙喽，祝你下午上班愉快喽，谢谢，拜拜。啊、哦，谢谢董梁，哦，你去忙，感恩，拜拜。哦，好，这个谢谢啦，哇，董梁说老师，他的确很棒，都香。啊，你要记得帮我跟那个。啊，廖阳哈，廖阳问个好，还有你女儿 Lisa 哦，因为她真的长大了，而且会开车，她比汤尼逊老师还厉害哎，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开车呢哦，帮我跟他们问个好哦，谢谢谢谢董梁，那您去忙哦，谢谢你，拜拜，谢谢哦。好，刚才呢是我们呢很有名的奇遇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哈。我们董梁呢进来给汤炫老师鼓励跟支持，谢谢啊、哦。那董梁呢对汤炫老师呢承办在家自学哦，非常的支持我，也给我很大的肯定啊、哦，非常的感恩。汤炫老师呢为我们呢特殊才华的孩子办在家自学啊、哦，全省都有服务，国小、国中到高中我们都有服务了哈、哦。那我们亲爱的好朋友，如果呢你有认识有特殊天分的小朋友，他们可能不大适合学校团体的学习啊、哦，那想要办在家自学，也可以用 LINE 8253TC 联络 Tony Chen 老师，谢谢喽！再请大家告诉大家，来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让来听加轻快的这条歌。在当郎哦，小皮球，你有没有天分呐、啊？你有啊，你很有天分呐、啊！在当郎，一起欣赏。啊，娘啊，大都惊。
谢谢，来，这首叫《台东人》哈、哦，阮的故乡踮台东哦。我刚才呢跟小皮球说，小皮球问我说：“汤轩老师，你觉得我有没有天分？”我说：“有啊，你很有天分呐、啊。”结果他问我说：“汤轩老师，我有什么天分哦？”你第一个天分哦，很清楚，你也很会帮我抠客人啦、啊。哦，这个就是你很厉害。你看，现在已经495位了、欸。哇，你看一下这个小皮球，你一进来的话，就帮我带了几百位观众进来哦，所以你太会抠人了，太谢谢你了哦，真的，这就是你的天分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抠客人，你知道吗？哦，结果呢，小皮球一进来，哇，马上帮我抠客人了，谢谢，你好，你好，老公你也进来了，老公，我是汤丽倩老师啊、哦，谢谢你们呐、啊。哇，小皮球，哇，你现在已经把我扣到523位了。你没有来之前好可怜啊，100多位观众而已，你知道吗？100多位观众还要呢，还要什么？心里很难过，可是还是要什么？要带着微笑，你知道吗？哦，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啊、哦。结果小皮球一来哦，帮我扣客人，对不对？马上突破500，然后谢谢。小皮有没有信心？哦，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有办法把它冲刺吗？冲刺到破千人有办法吗？哦，来，下一首歌来听些快乐的歌曲，欢喜剧哦，Happy 的歌曲。哇，小皮姐有办法哦，好，等你哦，我1点10分收播了，好不好？啊，所以这样看起来还有十分钟。还有10分钟，小皮球说他有办法让我们破千哦。好，小皮球加油啦！如果有办法，我来撒红包，好不好？挑战看看。还有10分钟，让呢今天台湾万花筒的观众能够破千，我就来撒红包啦，谢谢。有位贵宾说是 Tony Chen 老师吗？是的，Yes I am。Thank you.
哦，谢谢哇！刚才我们的 UP 的贵宾呢，房先生呢，他说：“Tony Chan 老师，我从小就看你在电视长大的哦，谢谢你啦！哇，希望 Tony Chan 老师呢，在你成长的过程哦，透过台湾的这个综艺节目，会带欢笑给你哦。那你讲的都不夸张，Tony Chan 老师呢，在台湾呢，综艺节目已经20几年了哦。”那有电视收视率天王啊，有呢这个这个他们叫我什么？电视收视率天王台湾综艺之宝也是我。那内地的朋友呢，因为到内地去录电视嘛内地的朋友也帮汤泉老师做了顺口溜啊，这个很感谢我们内地的好朋友，你们知道？唐立轩老师呢，在大陆呢有顺口溜，你们知道吗？来，这个顺口溜啊，就是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哦。哇，好厉害哦，小皮球，你现在已经926人了，哇，还有5分钟的时间，哇，如果真的呢，这个在1点10分以内呢，我们突破1000人哦。当然呢，唐立轩老师要这个现场撒红包，没错了哈，来。来呢，这个把大陆呢帮汤泉老师做的顺口溜跟大家念一次，让你们听听看哦。Are you ready？Are you ready？这个顺口溜是这么说的：汤尼英语一等一，街头巷尾皆知悉，破烂英语软头一，保证前途将归西。汤尼老师是名医，学好英语没问题。幽默风趣又容易啊，学员开口笑嘻嘻，笑嘻嘻啊，这个呢是我们内地为汤泉老师所做的顺口溜，谢谢啦。大家都很支持呢汤泉老师在 UP 的好康爬爬照这个节目，为什么？因为好康爬爬照呢会举行送 UB 换好礼啊。那今天是礼拜三，我们礼拜五是强档中的强档。礼拜五好看爸爸照呢，要到台中的香蕉新乐园餐厅哦。大家告诉大家，台中香蕉新乐园餐厅时间的话呢是下午6点到8点。在这边，汤小师要谢谢我们台中香蕉新乐园餐厅哦。我们的这个老板娘哦，要谢谢老板娘冠姐，她是冠军冠姐哦，对，小啤酒也叫冠姐哈。冠姐呢，她提供了呢这个我们呢台中香蕉新乐园的餐券，来注意听哦，台中香蕉新乐园的餐点对不对哦？这个老师告诉你哦。它呢是2000元一份，是2000元，没有时间限制，相当现金，平日假日都可以使用哦。一份2000元，但是我们好看爬爬照只用台币1000元跟你交换哦，2000元的台中香蕉新乐园餐券，我们只用台币1000元跟你交换，加起后康哈。啊，你们如果想要拿好康的话，用 LINE 8253TC 告诉我8253TC 哈。好，那小皮姐说，老师，哇，今天收看人数呢，来到了1032位，哇，又是破千的。首先呢，要谢谢小皮球哦。那小皮球怎么说？汤谢老师，你跟人家讲，不要跟我抢红包哦。红包应该都是我的哦，小皮球，因为 Tony 老师呢这样发红包，对不对？啊，谁会抢到？我真的不知道哦，所以我们来看运气好不好？来，哦，Tony 老师刚才有讲嘛哈，只要呢破千的话呢，那我要来发红包，来，我来发红包了哦，来发红包，来，我来发第一个红包，总共会发3次哦，来，我发第一个红包，准备好了没有？来，Are you ready？我希望小皮球，我知道你贡献最多。汤立轩老师希望你能够抢最多，好不好？来，我们大家
三二一 ，Go！ 好，我发红包了，来哟！哇，大家抢多少呢？哦，我们的林宇这个占卜师哦，抢了4U， 小皮球自己抢了7U 啊、哦，唐丽娟老师抢了10U 啊、哦，陈一翔抢了6U 啊、哦，恭喜喽！恭喜这些抢到的贵宾啊、哦！欢迎 Leo， 有没有抢到啊、哦？刚才那个是第一回合，叫 First Round 啊、哦、，First Round 有抢到的贵宾啊、哦，能够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哇，看你抢到了多少 U， 让我们知道一下好不好？给我们知道哦，我们丰原的 Dina Chen，Dina Chen 抢到6U 了哦，恭喜 ，Congratulations。Congratulations 啊！蒂娜倩抢到6U 啊、哦！来，我们呢，这是第一回合 ，first round 啊、哦！大家告诉大家哦 ，Mr. 黄，哇，房先生，房先生你抢最多呢，你抢到11U， 房先生抢到11U 哦 ，Congratulations to Mr. 黄啊、哦！房先生抢的最多，好，这个是第一回合 ，first round， 来。我们 up 的贵宾准备好了没有 ？Are you ready？ 我们第二回合，我们叫 second round 啊、哦、，second round。来，我们看第二回合。啊、哦，这个是我刚才给小皮球的承诺了。哦，我说呢，收看人数呢破千的话，我们就要来抢红包。来，第二个回合 second round 开始，三二一 go！ 来，哟，加油，加油！哇哇哇哇！来，抢到的 Dina Chen，Dina Chen 抢到9U， 汤炫老师自己呢？我自己哦，我自己抢到13U， 哇哇，这位厉害！我们的这个台中逢甲哦，逢甲的那个鲮鱼占卜师抢了14U 啊、哦，小皮球抢了9U， 哇 ，Mr. Huang。Mr. Huang 好像都抢最多呢，黄先生，你抢了15U， 你是最多呢啊、哦！谢谢 Dina Chen， 黄先生，你住在哪里呀、啊？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每次第二次还是你抢最多？抢红包有没有什么技巧啊？你住台南啊 ？You are in 台南哦，有空到台中来玩一玩，来走一走。我们台中呢有一个新的游览地点，就是中央公园 Central Park。哦，很大，听说年底要开幕了哦。台中的中央公园，那你如果来台中玩，对不对？要住宿的话，也可以联络 Tony Chen 老师，啊、哦，老师帮你们介绍 Airbnb 啊、哦、，Airbnb 的住宿呢又便宜又干净啊、哦。然后呢，我觉得真的是物超所值了啊、哦。再请大家告诉大家，好，这是第二回合了。来，我们最后一个回合 ，last round，last round， 我没有常开直播，有啊，黄先生，我在 UP 公司，我是 UP 的签约主播呢，老师正常对不对？你记一下，正常呢，我是休礼拜二跟礼拜六，这个节目呢都是中午12点到1点，哦，都是12点到1点开播，那你也可以追踪 Tony Chen。你追踪我对不对？我开播公司会通知你。我还有一个节目，外景节目叫好看爸爸照，好看爸爸照播出时间就不一定哦。或者是你也可以加入我的 LINE 8253TC， 我有做特别节目对不对？ 8253TC 我也可以通知你哦。你有追踪了，谢谢 Mr. 黄哦，有空常进来啦。汤炫老师的节目不错呢，我觉得我的节目还蛮高档的，High class， 我自己晚上都会听我的节目睡觉啊。哦，要睡觉的时候呢，躺下去就听节目。汤炫老师的节目也可以在 YouTube 啊、哦、看重播。再请大家告诉大家哈、哦。好，刚才那是第二回合，我们现在看第三回合。对，八二五三 TC 没错。黄先生说：“老师，你的 LINE ID 是八二五三 TC 吗 ？”Yes， 啊、哦，他是我的 LINE ID 哈、哦。好。我们最后一个回合呢，好、哦，这个最后一个回合准备了 ，three two one go， 大家抢喽，呀、yeah, ，加油加油加油，哦，加油加油，
哇，这一次我抢到14，哇，小 B 就抢到10，诶，小 B 就抢到10U，我们的台中逢甲林鱼占卜师抢到12啊，我们房先生抢到8，哇，这一次 Tony Chen 好像我抢最多是吗？哦，Dina Chen 抢到11啦，我抢到14，哦。然后呢，小 B 抢到10，不错不错，大家都抢的挺多的哦。蒂娜券抢到11哈，很好很好，谢谢啦，哦，聊表心意啦，各位，谢谢我们这些好朋友长期支持汤券老师 UP 直播节目哈，希望呢这个小时的台湾万花筒会带欢笑给你，小皮球，谢谢你啦，哎呦，你送我什么？剪刀石头布哦，这个剪刀石头布哦。真的，谢谢你啦！哦，捡到红包的人送出来给老师啊，小皮球，谢谢你啦，没关系啦，他们有送就送，没送没关系啦，不要给人家压力啦，哈，谢谢啦，谢谢你啦，大家欢喜就好啦，哦，happy 最重要啦。汤小师希望我的节目你们会喜欢。然后呢，大家告诉大家啊，也长期支持汤圆圈老师啦，因为其实我们艺人最重要是粉丝啊，我们需要有 fans 啊，希望你们呢在默默的支持汤圆圈老师，好不好？当然老师也关心你们喽，啊，希望你们的生活能够平安、幸福、健康、喜乐啊，祝福你们喽，谢谢。一个小时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啊，礼拜四，我们中午12点再见喽！谢谢，See you tomorrow，拜拜！谢谢，拜拜，拜拜。